风趣的个性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平时也经常会在网上和网友分享生活趣事。三日他就发文透露自己遇到一件很傻眼的事，而在发文的一开头，吴尊就写下我洗了整整一个月才发现这不是洗脸慕斯，同时还附上一系列在浴室的自拍照。只见画面中可以看到他手上拿着一罐慕斯，但上头标示的却是私密机专用，完全不是拿来洗脸的。让他得知真相后瞬间瞪大眼睛，看起来相当傻眼和无奈，不过他也不忘发挥幽默个性，在文中开玩笑自嘲，难怪最近大家很少认出我，因为我长得越来越私密了，直接笑翻不少粉丝，实在是太有趣啦。Bye.